小姑要给我们拍拍一个来，水啦！向各位报告，这两位都曾经参加马拉松的比赛啊。运动会当保持身材苗条，身材水哈。哎，再多掌声！真的，咱看得出来，阿未生过囝，我看得出来。但是听讲有诶做嘛。不简单吼，不简单。我那个机器都无声，我用汤在变呢。难怪他们今天要穿护膝。这他妈高楼，我来，你要摔。